快点唱歌。林继燕 MV 全记录。是大的。没有，那腰会很痛，我是不是林继燕？而且这绳子再抓不了，我都抓不住了。左边啊，这边啊，不要抓绳子，这边。绕绕着。先到那边坐着。林继燕很害怕，小心那边有钉子哦，不要坐在那个绳子上面，坐在这边，坐这边，翻倒了，翻倒了，一定要两只脚在那个，那边有钉子、哦，你踩在许正荣的肩膀，那边有钉子，不要脚不要踏下去，许正荣肩膀给他踩，哇，好脏哦，我的天啊，不要下再弄啦，好，两拳，脚放过来，你两脚真的问题这样靠画住那个柱子，你现在留下来，绳子不要乱拉、欸，不然我手会被你翻，脚到过去，脚到过去，脚到过去。那只脚过来，你这只脚碰过来就好了，我们先帮你。这样这样辛苦是为了什么？那种成就感是不是？为了照两张相。没有，只为了。你要再让绳子贴进来一点，不然你会撞到。我踩我踩我踩。耶！你要碰到屋顶。Yes。我觉得爬屋顶好像比较有价值。它会这样撞。屋顶好爬吧？啊，好脏哦！我的天。屋顶好爬。单杠过来上。上不去，大头你爬绳子上得去吗？林继燕拿一个 ending。手会滑下来。上去啊！上去干嘛？你刚不是在横画吗？这屋顶很好爬。没有办法的。OK, you got it.